你有你故事创意了，对不对？小对不对？马赛克大作家，说说一下。没有啦，真没有。绝对有，你看你刚刚很心思很重的样子，你肯定够知道了。好了，快快，我等你稿子等很久了。啊！有这么个男的，他的学历、财力和外貌，从外表上看都近乎完美，但实际上他有精神障碍。以一个悬疑剧的男主角的设定来讲，会不会有些普通啊？他的生命里走进来一个女孩，他以为这是偶然，但事实上他不知道的是，这都是命中注定的。然后，故事会怎么发展呢？今儿个真高兴，高兴，高兴，高兴！该吃。哎呀，哎呀，稍等，稍等，稍等啊，稍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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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着急，别着急啊！哎，来了，来了，谁呀？哎呀，尚荣啊！你说你，哎呀，来来来来来，哎，请进，请进，请进，快请进。哎，你这。嘿，你这来就来吧，你看我这身体这么好，你给我带什么东西啊？主要是您这医院楼底下也确实没什么可买的。你说你这孩子，你这个怎么这么老实啊？我的意思是说呀，你来就来吧，你还买什么东西？你真是的。我怎么闻着有股火锅味儿啊？火锅，火锅，谁吃火锅？隔壁是不是？应该是你这猕猴桃味儿啊，水果味儿吧？来来来来来，里边坐，里边坐啊，坐坐坐坐坐。哎，坐坐坐。哎呀，欣欣让我过来看看您啊。嗯，不过看您过得那么滋润，我也就放心了。白医生在国外是不是也很滋润呢？欣欣没出国这事儿，主任您不是知道吗？那个，白医生。都告诉你了，我们兄妹之间哪有这么多秘密嘛？是啊，你们兄妹之间的关系真是让人羡慕啊。那起初的白医生连我这个老师他都想隐瞒呢，他那是怕辜负您的期望，不敢告诉您呗。怎么会呢？怎么会呢？白医生做出的选择让我很敬佩啊，我能理解他。你说我怎么会怪他呢？所以，欣欣给沈一珍当秘密主治医生的事儿，主任您也是知道的。啊，一想起这个事儿啊，我就觉得对不起白医生，真的是很抱歉呢。为什么这么说？那沈一珍本来是我的病人嘛，你看现在，倒像是白医生比我这个老师。承担的还要多呀，所以，主任，沈一珍的病有没有可能在3个月之内完全治好？3个月？啊，因为我跟欣欣说，我说帮他瞒家里面瞒3个月，可是3个月之后他就从沈一珍那儿搬回来了嘛。哦。我在美国给沈一珍看病看了那么多年，好不容易才到目前这个程度啊。3个月治好也不是没有可能性，但是多重人格这种精神疾病不是光靠药物就能掌控的呀，要考虑的因素还有很多呀。但是沈一珍自从接触了白医生以后，他的变化很大，3个月治好还是有可能的。小荣，小荣，
你怎么了？你这是魂不守舍，是不是昨天晚上没休息好？就是。要不要在我这儿做一个检查呀？哎，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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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哎，我到点了，我这个约了朋友，还要一块儿吃个饭。哦，你约朋友了，差点忘了吧？魂不守舍的，真是。哎，我赶紧去吧，赶紧去吧。那个，要是没什么事儿，就常到家来坐坐，我爸妈挺惦记您的。啊，我也想他们了。那你就跟你爸妈说。找时间我一定登门拜访。哎，好嘞好嘞，主任，那我就撤了。嗯，走吧走吧。哎，我送你。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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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但是多重人格这种精神疾病，不是光靠药物就能掌控的呀。果然是多重人格，被我猜中。哎，你放手！你放手！你放了呀！收拾东西。跟我离开这里。你明明知道沈一真丢失的记忆是什么，你为什么绝口不提？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因为那个人承受不了的，说不定他会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他万一承受得了呢？他万一可以克服呢？那要死的就是我们。我们。就是为了替他承受痛苦，才被创造出来的。在那家伙痛苦消失的瞬间，我们就都会死。所以，要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活下去，要么就由我替他活下去。只能二选一。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在沈医生缺失的，而你拥有的那段记忆里，有没有我的存在？有我吗？你倒是说一句话呀！收拾东西，我离开这里。向荣，你怎么在这儿啊？干嘛？你放手，你带我去哪儿啊？哎，干嘛呀？干嘛呀？回家。这跟咱们开始说好的不一样啊！我开始一时冲动，现在理智。不行，现在还不是时候。我现在要是走的话，我会毁掉这个人的后半生的。哎，向荣，白向荣，你这几天对我态度很糟糕哎，你要干嘛？你别乱动。如果你要是不听我的话。我就曝光沈一真是多重人格的事情。你怎么知道的？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我理解你，我也理解你跟一个男人同住在一起，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你根本就不清楚你被卷入一个多大的纷争当中。你听我的就行。住手！向荣，在里边待着别动。你真的是他亲哥哥吗？沈一真，谁允许你把他带走的？你不是沈一真吗？沈一真这家伙，到底被多少人发现了？她是我妹妹，我必须带她走。凭什么？如果合同有什么问题的话，违约金我照付。你有什么资格？至于细节，我会跟沈一真谈。我在问你，你有什么资格带她走？因为我是她哥哥。那为什么哥哥看妹妹的眼神里却带着占有欲？我并不认为你有资格带他走。闭
起我，你岂不是更没有资格？因为你是沈氏集团沈家的孩子。爸爸跟他说什么了？表情看起来这么难过。你闭嘴，别以为这事结束了，回家等着挨骂吧。我就好好跟爸妈承认错误，别惹他来生气。还有，你必须保证主动辞去主治医生的活，听到没有？还有。在爸妈面前别提到那个人的名字，还有沈氏集团，知道了吗？为什么？不为什么，照我说的做就行了。为什么嘛？我那天一看这孩子过肩摔的样子，我就知道这孩子他肯定是个人才呀。关主任啊，不是吹牛的啊，我们家星星啊，那是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哦，白医生，主任，星星啊，你怎么在这儿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你行啊你！我知道错了，我原本也不想骗你们来着。你个臭丫头，你骗什么不好，非骗我们这个！我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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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在那帮了，我都帮了，来，不冷静了，坐下。哎呀，我还在想啊，这白医生平时是吃什么长大的，竟然有不输给男人的力量。现在我弄明白了，这在家每天可以得到实战锻炼的，是不是啊？是不是？照这么说，关主任你早就知道啊。这欣欣在这做主治医生没出国这事儿，您早就知道是吗？夫人。不要太疑心人家啊！人家关主任不是这种人，人家关主任要是知道的话，那早就跟我们说了，是吧？对不起啊。哎，关主任，你不能这样子，你有什么事，你应该先跟我们这打个招呼嘛。主任也是刚知道不久，出国进修这个事情是我主动拒绝的。哎，欣欣啊，你想一想。你打从小啊，你自己做了决定的事情，我们什么时候改变过你吗？没有吧？你有什么事情应该跟我们说嘛，是不是啊？再说，什么叫家人？家人就是要彼此信任，要相互容忍，要相互信任，这才叫一家人嘛，是吧？对不起啊，白医生之所以不敢跟家人坦白，都是为了要帮病人保密啊。白
白医生做了一个医生必须做的事情，该愧疚的那个人是我呀。主任，身为医生，不应该拒绝需要帮助的病人。我自以为是为白医生好，让他放弃病人，出国进修学习。但即使是这样，白医生还是怀着医者仁心，选择了病人。我从白医生身上学到了很多啊。请你们一定要原谅白医生。哎，管主任，管主任，你坐下，坐下，坐下，坐下。我们没有怪你的，你坐下，你坐下。我们正讨论事情呢。来来来来来来，喝我酿的小米酒啊！来来来来，来来，大家一起来啊！来来来，这度数还挺高的、啊、哦，很高吗？那我尝尝、啊。的确是有点度数啊啊。沈真，你也没有看上去那么快乐吗？跟我回家吧，好不好？嗯。主任，你也喜欢狗啊？嗯、喜欢，一直就想养这么一条，可是没空啊。哎呀，你们这儿环境真好啊！啊。来，尝尝这个。好。谢谢谢谢，嗯，味道不错。主任，嗯，刚刚谢谢您啊。谢什么谢呀？这件事情说到底我也有责任呐。沈一真本来是我的病人，现在倒像是把责任推给你了，我这心里啊真是挺过意不去的。哎，那个常助理跟我说，沈一真一直没回来。嗯，按崔皓月说的，是程峰的记忆被打开了，所以又藏了起来，很有可能永远都不回来了。程峰的记忆被打开了。哎，沈一真说这话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我也不太清楚。最后一次我见到沈一真的时候，他做的噩梦会不会跟他消失的记忆有关呢？我也只是猜测，但是我很担心沈一真要是真的永远都醒不过来了，那怎么办啊？有些东西会随着记忆的浮现而苏醒，也许在蛰伏之后再一次归来的他，会比以前更强大呢。那现在的沈一真呢？哎，要么被崔皓月吞噬，要么变得更强大再回来。关键在于他是不是有勇气面对过去的那些伤痛。我们现在只能相信他，耐心等待吧。啊。老师，沈一真小时候有过被虐待的经历吗？沈一真告诉你的？是崔皓月，他无意中说的，说自己的母亲是虐待的旁观者。沈一真有情景性特定恐惧症，他应该是有过被关在地下室，对某人产生过巨大恐惧的经历。很可惜啊，沈一真的记忆就只有这么多了。加害者是谁，加害的原因是什么，他一直也弄不清楚。老师，嗯，崔皓月说他知道沈一真丢失的记忆是什么。崔皓月跟你说的？他亲口告诉你的吗？嗯。崔皓月会不会就是为了封存沈一真
小时候痛苦记忆而形成的人格。如果是这样的话，沈一真不得不分裂出多重人格的原因，崔皓月或许知道。白医生，你夹在崔皓月和沈一真之间，会不会觉得很混乱是吗？以前可能有点混乱，现在已经不觉得了。沈一真就是崔皓月，崔皓月就是沈一真，我是这么觉得的。他们两个人格之间还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每次我看到他们相似的地方的时候，我都在想，如果他们能够互相理解，互相拥抱，那该多好啊。或许崔皓月就是沈一真身上掉下来最痛苦的那一块玻璃碎片，也是最需要拥抱、最需要关怀的那一块。关键在于他是不是有勇气面对过去的那些伤痛。我们现在只能是相信他，耐心等待吧。你在吗，沈一真？你是怎么想的？是不是又到了清算过去的时候了？把你变成异类的那个人，就这样一直放任不管吗？怎么样？是你自己来，还是我来？怎么样？你做不到吗？你不是一直想阻止我吗？怎么，现在做不到吗？你出来！你不是一直想阻止我吗？你做不到吗？那你就在那里做你的缩头乌龟吧。就算你还能再回来，到时候等待你的是一个完全无法承受的世界。好久不见呀，我的奶奶。你也太没规矩了吧，不打招呼就随便进来。我这不是按照你说的做的吗？怎么样，你自己都不记得了吗？你在说什么？不是你让我可有可无的安安静静的活着的吗？让我尽可能的不要出现在别人的视野里，不管看到什么、听到什么、经历了什么，都要当作什么都没发生一样，装聋作哑。你到底想说什么？你自己都不记得了，啊？怎么？以为我失去了小时候的记忆，所以你现在害怕了？为什么所有人都以为我失去了记忆呢？就好像大家都是这么盼望着的一样。你想说什么你就直接说吧。把沈氏集团交给我。
你在说什么呢？沈氏集团。你小子跟你妈串通一起想来威胁我吗？这不是威胁，这只是请求。但是这个请求如果让你感到害怕的话，那它就是威胁。恐惧都是自己制造出来的。好吧，你在我没叫人把你赶出去之前自己出去吧。看来你还是没有放下我的父亲。你还没有放下你的执念吗？哎，给我！哎，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给我！你给我！您好啊，山川先生。走，还是叫你一声爸爸吧。没想到你过得也不怎么样。不见了。是，我们到达的时候已经和 VIP 一起消失了。那监控录像呢？病房里的监控录像全部被破坏掉了。我们正在想办法调出疗养院还有周围的监控录像。拿到后马上发给你。你听好了，
一定要在别人之前把录像拿到手，还有那两个人无论如何要给我找出来，听明白了吗？是，明白。沈一真小时候有过被虐待的经历吗？沈一真告诉你的？是崔皓月，他无意中说的，说自己的母亲是虐待的旁观者。沈一真有情景性特定恐惧症，他应该是有过被关在地下室，对某人产生过巨大恐惧的经历。很可惜啊，沈一真的记忆就只有这么多。加害者是谁，加害的原因是什么，他一直也弄不清楚。老师，崔皓月说他知道沈一真丢失的记忆是什么。崔皓月跟你说的？他亲口告诉你的吗？嗯。崔皓月会不会就是为了封存沈一真小时候痛苦记忆而形成的人格？如果是这样的话，沈一真不得不分裂出多重人格的原因，崔皓月或许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怎么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沈氏集团要强了给你们。啊？如果你想要的话，我就把沈氏集团抢来送给你。你在说什么呀？不想要吗？那我就把沈氏集团抢过来，再彻底毁掉。崔皓月，你到底想干什么呀？所以，不要杀了我。我不想消失。就算做沈一真的幻想，我也愿意。只要能让我留在你身边。我们走吧。跟我走。笑容，父母还在家里，别把事情闹大了。比起我，你岂不是更没有资格？因为你是沈氏集团沈家的孩子。走，笑容。说完了。哎，小王，你放手。
等一下，向荣，你最近到底怎么了？你不是一直都站在我这边的吗？我现在也是站在你这边的，但是我现在是为你好，直到有一天你回想起今天发生的事情，你会对我感激涕零的。我根本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就拜托你相信我就可以了，别每次都让我相信你，你也相信我一次行不行？啊，向荣，向荣啊，向荣啊，你放我出去啊！你开门！等，你让我出去，我们单挑。求你了，好不好？云刚，你说，上次啊，你让我帮你查王慧珍的事儿，终于有点眉目了。当时有过这样的留言，说沈氏集团的董事长沈景洪和他的儿媳妇赵曼之间的关系不太正常哦。消息属实吗？哎呀，都说是流言啦。你继续说。听说啊，沈景洪专门从美国把他的儿媳妇赵曼给接回来了，两人之间的关系太不一般了，所以当时赵曼在沈氏集团就得以重用了，而沈纯在沈氏集团一点位置都没有。假设当年的车祸不是意外，而流言的内容又是真的，那么这两个人的嫌疑可能是最大的。向荣，我想跟你聊聊。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向荣，你还不打算告诉我吗？哥，你到底怎么了嘛？就算你想让我留在家里，你也总得告诉我为什么呀。你别问为什么，我就求你听我一次劝，行不行？你也在调查沈逸真，哥，就算他是多重人格，你也用不着有这么大的反应吧？
如果每一个患有多重人格的病人，他身边的人都像你这样的反应，知道他们得了病以后，就像躲瘟神一样的躲着他们，那他们内心该有多么寒冷啊！我就是寒冷、黑暗、扭曲的，行不行？可你不是这样，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哥，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瞒着我？我就是希望那个快乐、爱笑、暴力、任性的妹妹能够无忧无虑地生活下去，不会受到隐瞒、欺骗、伤害。请你理解一个当哥哥的心。可是我没有受到伤害呀。我当他的秘密主治医生已经很久了，他也没有来伤害我呀。啊？总之，我不许你跟他回去。哥，哥哥，你知道什么？请先替沈一真保密，他已经很辛苦地和不同的人格在斗争了，请你和我一起保护他这么多年来努力的结果吧。翅膀撕扯着伤口，走不出你给。